一定晚上做梦就做做那些。真的真的。这放了那么多年了，那个关系吧。后来我修摩托车修了一段时间，那个不做梦。我最早看电影的时候，脚轻长片。不是，那是什么时候？哎，你脚轻长片了。那是哪年啊？七零年嘛，大几年嘛？大时代。我现在长得不是毛泽东时代，你说？七零年现在一般都是想去看毛泽东时代。今天的战斗和昨天不一样，一开始就不是他这样的。我要给敌人查出矿产地，这样子有风险。因为以前也是，以前嘛就觉得拿枪人比较神气嘛，哪个打赢啊都比较牛嘛。现在感觉到打来打去都是，感觉都是共产党赢，都有点太虚，有点虚构一些感觉。可以讲一讲，就是以前放电影跟现在放电影的比较，现在一下雨人都跑完了。原来从看电影，哎，大街都通，这些山都一样。比如说我们一起拍电影，这就是我们一件公共事件。完了以后就在社区里面做首映礼，穿礼服，你知道吗？那种红地毯仪式。藏族人自己可以看的，尤其藏族农牧民可以看的。这个里面看的可能就是内容来说，其实最重要的是在当今这样的世界当今下，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他怎么认知自己历史的或者过去的来的这个生态文化等等这些有价值的东西，为什么这样的一些状态，有时候语言也表达不出来，文字也写不出来的东西，他都是会感觉的。所以这个是内部的自己拍自己的一个重要的嘛，包括你自己的问题。